民国历史旧照，除夕红尘奇女子潘素，菩萨美女飞行员李霞卿潘素，是典型的名门闺秀。祖上是清朝宰相潘世安的后裔，后家道中落，不幸沦落风尘，改名潘妃，凭借长袖善舞而亮名四阳。民国四公子之一的张伯驹对潘妃一见倾城，他不顾世俗的阻力，娶了潘素为妻，两人婚后过得极为幸福美满，相伴一生。蝴蝶，二十世纪中国内地女演员，她气质富丽逼人，雅致脱俗，风姿更是卓越，被誉为中国的可丽派佳宝。1935年11月23日，经过六年的马拉松式的恋爱，蝴蝶与潘有生在上海九江路的圣三一教堂里举办了婚礼，历经磨难终成佳话。张幼仪是典型的名媛闺秀，她是浪漫诗人徐志摩的原配妻子，两人婚后育有二子。随着时间的流逝，加之徐志摩爱上了林徽因，两人最终以离婚收场。这位穿着时尚的名媛竟被徐志摩讥讽为乡下土包子，她的华丽转身极具传奇色彩。李霞卿，民国著名的影星，艺名李淡淡，她从影星到中国第一位美女飞行员，极具传奇，被外国记者誉为飞行使者。此外，李霞卿的爱国精神深受广大侨胞的赞美，著奇闻解密原创文章未经允许不得转载，图片来源互联网，版权归属作者。